两人生产身体必然劳累，孩子就先由奶娘照看吧。你是不是要把天明带走？李柱，臣在。体力两人接生的太医稳婆等人传令给姚家，把他们干净利落的处理掉，以绝后患。大王是为了立两人，担心日后公子的身世引起谣言吗？寡人下令还需要解释？太后，两人不遵指示，这可是犯了宫规。给我掌。诺。你松开，有什么冲我来，别打青儿。住手。两人